下周三、周四22点，《旋风少女》第二季。陆白师兄，长安教练说，他有办法让我参加世青赛，只要有一线希望，我一定会拼尽全力。我的训练可以不简单，只要你们承受得起。田浩前辈，这是初原师兄从美国给我们请来的新教练，长安教练。风云道馆，最神秘的道馆，只打专业比赛，看不上业余比赛。风云道馆里的顶尖高手长安教练，更是桀骜不驯，怎么有心情来到我们小小的松柏做教练？曾经有一个人用他的徽章请求我，有时间一定要来暗阳看一看。长时间的高速旋转会造成什么的后果，你不是不知道。你已经害死一个人了，你还想害死百草吗？离百草和他们都远一点，不要拿你的魔鬼训练方式伤害到他们任何一个人。暗阳站的冠军已经拿到了，接下来的事情方廷浩可以胜任。我来找您回去不是为了让您训练我，也不是要让你帮我拿冠军，我是来找您回家。现在松柏就是我的家，松柏的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家人。你也是。下周三、周四22点，《旋风少女》。